来啦，白龙血红巴肚给腰起来。顶该推出那个牛肉面系列，很多同学很喜欢吃牛肉面，白同学又发现一家，这间的肉听讲吼，大到比个人的嘴皮还大，不知真还假哦。白龙血来吃看卖，行，吃头皮啊哦。这是等一下吃什么都吃白龙血。按这有什么？哦，伊这有一种伊分美国牛，我本店只用美国牛，搁澳洲伊有两种啦，嘿啊，拢会使。但是套客拢是食美国牛，好进，好进来啦。哦，白龙血先来就位。哦，刚好有一个位置。那个你的菜单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摄影师，我要吃这个啦，那个正宗什么牛肉面。130，这野虾迄个有一个赞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最好的，不会尴尬。然后我们就是助理嘛，有今天助理有两个，一个坐在那里，那个不能骂的那一个，然后一个就是长进的之后，啊你长进的你吃什么？你多少搞出来哦？功夫拉面哦。功夫面。白龙学做点一条烟头哦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去点餐了哦，行。来，白龙学要去点餐了，走。老板娘，我们讲一下什么正宗牛肉面之类的啊？这个正宗跟红烧就是差在哪里？我顺便跟同学分享一下，正宗是讲头先是讲较大块，可能许做大块种吧。然后那个红烧有一起块肉啊，但是我是觉得先吃正宗的吃看看。然后就是两个正宗的，还有一个一种功夫拉面。哎，伊这到底做不辣？我喝不辣，都就这样子。伊都较硬头的咯，来同我来。你减肥，先来多少？1、2、3、4、2，然后你找你。OK， 来哦，等下有重点的哦。好，谢谢。那小菜，等一下我们要吃什么再拍来一下。这个哈、哦，记得来的时候要吃这个。你看那个，接住的是吃那种牛肉面，那个珍珠奶茶。你这那个是谁？真奶，请先加珍珠，再加红茶啊。你这就是你来这吃物件，我简单讲啊，珍珠奶茶跟这个小菜吃到饱，所以白龙血怕巧一来了，好不好吃哦？好，先装这样，因为白龙血在减肥，然后来之后，那个先红茶一瓜瓜，还有个奶茶，这就是叫做珍珠奶茶，然后那个吸管。白龙血它纯洁，拿白色，我先讲话色。这讲到回了回本，小菜等一下再用，你不要客气。好吧，拿掉。哦，不要急，那么快就上菜了。来，摄影师，你这样也客气，我嘴也很皮哦。哇，这个妈的，这个肉块真的有够大的呢！来，你看，也厚度差不多，我跑到0.8公分。然后关注你，这里、个、这上面麻将上面功夫面的哦，来看一下，这个、先到旁边躺一下。你那看他袂歹食呢，刚才就帮你试食。这个就是哦，这个味道那个没哪讲，就是迄人讲迄切阿面迄种味渣啊。但是好吃难吃的话，我嘛是最想要甲食看卖。但是今天我的主轴就是牛肉面，这一过来我助理再来分析。我等下甲摕一个细碗来吃好。我觉得上菜蛮快的。好，来，我要开始了。啊，这个肉吼在吃。白龙血虾呢，整个啃回舌头，难怪。哦，有弹性，而且它的嚼劲又很好。
刚刚讲袂讲上轮啦，然后它那个里面的汤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它那个桌号啊，就是有跟那个巴丘利亚，这是李董啊，中国李董。那我们这个叫这个，这不知是什么甜点啊，在那个吃看卖好啊。啊，这个什么啊，那个安中北饭那个把它拉掉。我要摆弄起来吃面了哦。摆弄起来，今天吃公鸡珍珠奶茶吃到饱哦，特别差不多对早时要够阵。这个面吃起来哦，很 Q， 而且那个嘛，袂感觉讲就是很有弹性啊，然后吃起来袂感觉整个嘴巴里面就是很干爽，感觉不错。然后这个泡菜，这是酸菜，袂歹，它的酸菜吃起来没有那种烟熏味，我感觉还蛮新鲜的。我来提前，我来帮助你吃，头吃一嘴看卖，先卡。玻璃来，白龙群拿到了。我搞完助理，我以为是为了拍吃给同学看的，不是故意要吃你的东西的哦。我那刚才真赞啊！这都阿关那个卖麻将的助理店，就是这麻将年糕了，我来吃看卖。来，看你谢哦。我那个。抹茶的味道很重，吃起来很 Q， 没卖家。这管定这应该是要两条，这应该是要夹起来。对，这个要撕掉。高板，我要吃这个麻酱面哦。我先吃一下这个。它那个麻酱面的那个味道很清楚，一般麻酱面我传统的吃，那个胡麻酱的味道比较重，它这个的话变成讲起来，伊类似较香啦，系啊，伊迄个特殊味道就还蛮重的，袂歹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大概来拍一下特写的同学看，拿镜头给我。哦，它里面是这样子，它的汤哈、哦，就是咩讲较清啦，它的牛肉汤比较清，啊，但是啉起来时，你不会觉得很咸。然后珍珠奶茶的话，再喝哈、哦，那个珍珠很 Q， 好、哦、啊，我是比较甜度比较喜欢，没有用那么甜啦，加点青蛙咖袂歹，沸腾咖袂遐滚。然后这个面真的是很大碗，啊，最主要就是说，我感觉。我点这个，它是招牌牛肉面130，然后配合珍珠奶茶吃到饱啊！对，助理一般用这种小菜好啊。哦，小菜来了，伊这是一种，刚才那种泡菜海带，来白龙雪饺，恁看，镜头给你。那个我们今天这个助理先委屈一下，看白龙雪吃。我头先吼是当作这是泡菜，因为泡菜白龙水较袂讲介介爱食，啊，但是它这个是做我看什么口味海带，这韩式的那种泡菜口味的那个怎么讲，海带很够味哦，然后可以喝一些汤，它的汤吼、哦、算比较清爽型的那个红烧牛肉面的汤，很好，多加，来。我来继续来拍拍片啊！啊，因为哦，白同学今天在吃，不会吃很快，因为这个可以吃到饱。我等一下就把那个章鱼脚架在这边，你就靠我们吃吧。还是，煮水完了，白同学就开始来吃了。助理，那个安中北饭这个你可以吃看看，这个蛮特别。啊，因为助理较害羞吼，他不喜欢肉。我来吃一下红中抹茶的口味吼，袂歹吼。事实上，这一家我之前很好吃，很好吃的。
这间哦是阮助理来介绍，我之前捌来去甲馆，捌来食一摆。然后就是先吃完之后，我感觉我这 CP 值真的蛮高的，所以我就是把它收入到台同学的美食菜单里面。还有这边啊，这酱是什么？是什么沙？是什么？这比较上面深色的名言，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空出就蛮好吃的。要，可以两三个。啊，我感觉那个珍珠奶茶在吃，不能用吸管，等一下被人家检举。人家那个现在都很机车，我们要用那个汤匙来吃那个珍珠奶茶。来啊，摆动使用汤匙哦。哦，白龙水之前就是也很喜欢吃牛肉面，但是牛肉面那个我看，我是觉得泡面的牛肉面都很好吃。然后那个你也讲店边牛肉面，要不然就是太咸又太辣。但是我刚好吃到这家，我是觉得它的口感我是觉得还不错，比较接近中中，味道不会很重。啊，吃着感觉较袂遐脆干，而且我感觉尴尬。但是因为吃东西的话，看个人。我先把珍珠吞了。啊，那个珍珠奶茶可以去继续续杯。好像是如果说很多粉丝啊，你想讲我推荐哪天去高雄一寡好食，好像是下过来为你们拍一下那个吃的，你想分享。好，大概就这样，拜拜，继续吃吧。